就是啊，各位了解我来演讲，尤其是就是啊，现状的好友啊，我唔是讲等他的朋友少去尔，新鲜阿些朋友，咁啊，而且佫一摆少去，新鲜阿些朋友请你食酒。你好帅啊！这就是我今仔日会当机会参加演讲的原因，远方的家乡，看到了家。新生来到江南，离开较侪人吼，阮新生来就较侪回乡，会当来出国来演讲。因为三五年来，我也捌伫新生来讲有人要请我演讲，啊，原因是安尼啦，金庙起神啦。我来是讲笑讲笑吼，我希望各地台湾同乡吼会当就地出财，因为我知影恁过去拢有请同乡来演讲，安尼上好吼。啊，阮当然我会啦，其实来建议讲，你来请我演讲，这个做就地出财，方便去吼。我伫美国1963来。1963来坐洛杉矶坐 Greyhound Bus 去 Houston Rice University， 以后呢毕业了搬厝，搬去 Florida Tallahassee， 搁搬去 Lexington， 啊搁搬转来 Houston， 啊搁搬去1977年搁搬去新西兰，啊搁安尼啊即摆退休。1963我特别爱讲起是讲。1964当然是学业未，啊，迄个毕功课方面拢结束啦，剩迄个论文吼，所以1964、1965的暑假吼，就会读胎，台湾咧读胎，就招一群朋友吼，去这个外澳面Yellowstone 西外车过个。坐一台车去露营，去钓鱼。哦，过年我家己坐巴士，加一个人，换一个雨伞，换一个一个手，坐我用这较好。嗯，我手会顺嘞。哦，对 ，Houston 坐去洛杉矶，坐去 San Francisco 去。Vancouver, Canada, Kiev, Winnipeg, East, Chicago, Atlanta, Houston. 迄个是一张票，99块，啊，三月就来先在恁坐，哦，啊，谢谢。我要会讲起这个代志，是就是讲，迄阵1963到1968，迄个五年内底吼，伫台湾啊含美国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1960年代乌人的民权运动。1963的时候，我来美国九月十一月吼，天安门被暗杀。所以我毕业了，1968，差不多两三月日吼，因小弟阿去喊 Dr. King 哦，被暗杀。所以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代志。但是迄个时，伫台湾来阿咧无闲咧做实验种种，阿戆戆阿无啥。了解讲这个严重性，吼、哦。啊，伫台湾，我特别要讲较早的，就是讲顶悬迄名教授，1954年，等于台湾读册。1955年有一个人，叫做汤佩里，方美人，伊呢决定专职服侍基督，伊迄个是七岁。这个人有啥物关系？这个人十几年后、二十年后，哦，不是有无关？1970年台湾迄款的真歹过日的，一些公务的时代，皮面面教授无人领情哦。这个人就是该设法该救出来，救出来就是因一群朋友来化妆成安尼，皮面面一只手。所以，一支手
台湾的这道法吼，咱也用本，以咱的文艺复兴、复文艺复兴迄个时的看法来看咱台湾人，是这三块，我想是差真多。迄个是文艺复兴的时候，因简单的想法，就是讲用咱的目睭来做代志，唔通互别人拖累着，来表现着咱家己的能力。这是上重要，所以有够出一个红火了，拿到大面子哦。即款的伟大人物，要显用现出时代的情况，就是讲个人的能力的表现，会当有遐个思维进来。因迄个是互相鼓励的话呢，就是讲 Tell us what you can do， 大家讲 Tell me 啊 ，Tell people what you can do， 所以大家拢会尽个人的能力。来做代志，但是咱台湾即马现出是 email 吼，伫烧面吼，大家也有听吼，真会当发现讲有个人吼，无得中啊，然后票也是关键程度 almost nothing， 即个人咧拢伫论坛顶面咧批评别人，别人若有出声，伊就有出声，啊别人出声，伊就反对。无佮意的事，伊就攻击，吼、哦。所以，迄个现象，我拢想着细汉的时候，咱先有一个歌，唱了吼，讲说：我插花，你插草；我抱孙，你抱狗；我困阿面前，你困西下口。无论安怎，伊拢要赢就对啦。啊，人若点点也无话讲啦，然后开始讲，伊就要赢就对。所以，这文的文革复兴含现出时的台湾的文化建立改革，这款的精神实在是差足多，哦，差足多。可比讲这款的，我伫台湾用这张 slide， 可能也比美国文化提出来讲强硬错点贵，恁在公道土台湾规模的竞争，伫台湾无什么大反应，那伫美国绝对有人讲，你也有路的。因为我反应，我响应的原因就是讲，咱家己拢总共款的背景，啊，咱有要转去台湾拍片，安尼咱也祝福。啊，是安怎？咱无要做代志，啊，咱若要拍片，啊，咱就来骗钱，咱就来攻击，吼、哦，这无需要代志吼。啊，变啊，老母的这个母亲节，就是拄啊，现中央讲过吼。哦有一个母亲一个参会，啊，有拍卖种种，其中有一个Professor J. Two， 这个人我下面无熟悉，毋捌见过面，甲通会个，哦，做多水风，哦，多水风，伊真拍卖，啊，我见阿姨个当时画一张图，这张图是伊画啦，吼，阿姨画这张图，我印象里印象里只吼，啊，我甲伊翻译做台湾。台湾诗，哦，迄个忏悔，我也加入做台湾诗，我来问听。迄个忏悔意义就是讲，看到台湾的阿母，目头结结，目睭已经无啥看，咱有看到伊目睭前的目屎，写明你我的阿母无条件的爱。母亲的名叫台湾，咱就爱用。爱甲勇气来结束阿母的苦情，子孙的路途才会当暗顺，台湾前途才有希望永远红光。这个忏悔意义对我来讲是一款的，但是迄个忏悔我以后知影讲，民进党的高层的人吼，并无去参加，因为伊的挂路，他毋知安怎对这个。人文的，即人文的，迄个是安怎派的？迄个老师，所以咱在台湾的问题真复杂。啊，最近我有朋友寄 email 出来吼，寄来讲，即、這个李鸿章有一个对联讲，公事在办事时一心一心见底，无贪污无是无是非，良心前锋。啊，看起来即当中国老师足谦卑的。但是伊毋是安尼讲，伊佫加一个上联啦，差无处。
既然查到出面啊，你啊下嘴敢会比国民党下人下嘴较惨，对无？大家拢爱对迄条、迄条线讲爱建立健康来道德爱管来怨叹讲阿扁是安怎安怎个命啊？啊，咱怨叹讲国民党司法不公，但是民进党呢，我来讲司法不用功，因为阿扁啊做变的总统吼。国民党的高层的人士唔捌来一个，啊！即宋楚瑜的选票啊，敢是恁拄啊开始？啊，敢是伊的选票啊，敢是无多？但是咱民进党都有自卑，袂甘了去看了，所以司法不用功，好。啊，即个咱台湾的即个问题吼，下骹咱会当伫海外会当用同款的问题，伫美国讲解台湾的现况。啊，下转去台湾，解说予台湾人听，因为现出时的台湾人，伫咱较少岁一代吼，三四十岁一代，对台湾的问题含咱了解无少少，所以咱会当对含伊沟通，讲互伊听，吼、哦、是安尼。所以我主要演讲拢总是台湾，因为咱的背景吼，拢差不多，我个人拢知，你讲我拢知，差不多。伫台湾确实有这年岁的差别。啊，有咱讲，有人吼高雄事件唔知，想讲高雄事件就是228，现代啊，这是事实的哦。但是，可了解了，因为台湾伫台湾也无啥在讲这代志哦。我伫台湾就是安尼，因为像讲今年等于台湾因为选举的事。我就去万来教会演讲，来我来到放牧教会演讲，义工教会演讲，啊是讲大学有朋友大学，伊足爱伊的研究生知影台湾的代志，所以伊就叫我去甲因研究生演讲哦，差不多8-9个。啊，这款演讲哦，这款演讲差不多3点半钟，因为包括互相讨论种种，啊真趣味。你会当知讲到底伫台湾的想法含咱外国学生，啊，咱讲的因会当接受，是因为因毋捌听过，哦，所以咱会当去台湾做这款代志。啊，阮嘛会当接受这个册，就是这本册，就是我含阮太太翻译的哦，就是这款台湾动画下的民主进展，这个作者柯神松。我翻译，阮两个翻译了，甲含伊熟悉。这个作者的地位真高，成就也真高，做10几本册，但是这个作者唔捌读大学，干那高中的毕业证书尔，这是没问题啦。吼，足侪人是安尼吼。可比讲，伊讲台湾的现况是安怎，就是无分别的自由。台湾即摆真自由，但是无分别，中国拢要。来拍几段来台湾，无得平。但是伊讲，现况是安尼，但是呢，要有和平的希望。假使讲有一日无自由，有和平无自由，是无自由的和平吼。啊，干那大汉就会当达到啦。迄只就是现此时，大家在挂住的马英九路线，伊要自由，伊要经济好。但是伊要放弃台湾的主权，伊要放弃台湾的自由，吼、哦！这本册的这两句，互我感受的吼，所以阮两个甲来翻译，在2007年翻译。最近田明远教授伫《自由时报》发表文章，伊讲了嘛真对。我看迄个时是讲民进党主张讲要去中国下面了解中国。A 路线真坚持啊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，伊无要让你了解别种，伊一定是安尼。啊，出来要了解会使，但是这个袂使放弃，迄是中国的了解。所以迄个时，我想是迄个，我家己想的吼。伊明明会发表迄文章，伊是讲，毋是无了解，是因为咱两款的民族无共款，是不相同。台湾人啊，中国人不相同，这问题是主要是出在这哦。我等到时候参加因的 board director meeting， 我嘛来讲，
咱台湾的偏向，偏向拢是咱在政治正确，咱在道德爱国。但是政治斗争的，咱的对手是安怎想办？对手是机构的不的手段，咱的对这的斗争的对象是安尼。所以这两个无交点，没有交点，所以才会当咱吃点晚饭，啊，别人吃点赢嘛，哦，是安尼。偏偏闽教授吼，讲无相像，讲了对。但是伊忽略一点，咱台湾人、中国人无相款的所在，有包括咱无战争的经验，忽略战争经验上面，因有战争的经验，咱无战争经验，咱台湾无战争经验，咱的战争是为着日本啊出去拍，唱一兵歌去拍为着国民党去拍中国，咱的战争是迄款的，哦。但咱来看世界上的问题，世界上这本册吼，《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》，世界历史，这个作家安尼讲，伊讲吼，《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Sadly Not a Pretty Poem》，唔是一篇足漂亮的诗篇呐，世界的历史哦，《It offers a little variety》，无啥物无少少。And it is nearly always the unpleasant things that are repeated. Unpleasant things are 真正嘛。我读这本书吼，对第一页、读到第尾页、读一页在咧小谈，欧洲这方面，读一页在小谈，各国都是太来太去，那个国土换来换去，那个国物换来换去，一直谈一直谈 ，over and over again。因为拍拼是小谈，国家是小谈抬出来。咱台湾人无迄个经验，这是无相像，足无相像，是不是？国民党嘛是用共产党抬甲到今仔日，所以日本人嘛不抬，韩国人嘛不抬，德国人嘛抬，越南人不抬，咱不抬。啊，伫美国呢，会当甲美国的老人，这就是伫美国老人，对我和阮太太伫爱讲课，台湾历史和文化。哦，会当同你讲啥？会当同你讲台湾不是泰国，因为我从简单咧甲伊讲。你若甲伊讲 I'm from Taiwan， 我意思是甲你讲90%的人甲你讲 ，Oh， I have been to Thailand， it's beautiful country。所以若台湾咧土地地位唔知伊太，对你个台湾咧迄个情况伊太唔知，所以咱来讲台湾不是泰国，你。佮我讲台湾就是泰国吼，就是这样吼、哦。啊，这台湾含泰国，离遐土地大小较无同款，美国人无啥知影。啊，若无啥知影，你用枪甲介绍，讲泰国的枪就是好济啦，吼，好人济啦。啊，台湾的枪吼，敢若伫动物园捌看尔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安尼个。你讲，美国人嘛是想讲台湾人拢是中国人，甚至咱伫台湾的人嘛是有一部分也是一大部分安尼想法，吼、哦。这个问题是伫底呢？唔知影讲咱台湾迄个土地人的初开始是安怎开始的？五六百年前，若讲有记载吼，啊，迄是事实。台湾是南岛殖民的一部分。南岛殖民对台湾伫北部，东部和华岛、西部马达加斯加吼，即群下即个岛属台湾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啊，遐个殖民是做啥款？即个岛属是咱近近来用，即个时代来看，迄个是五百年前吼，婆罗洲下蛮殖民，斯门答腊下蛮殖民。马来西亚原住民、新几内亚原住民、夏威夷原住民、马达加斯加原住民、爪哇原住民、菲律宾原住民、和华特原住民、纽西兰原住民，这台湾的美国做南原住民，所以迄个是拢拢同款，台湾是南岛住民的一部分，拢拢同款。
啊，传来信息那里嘛，要赶快 ，all little Indians， 这是1978年阮新西兰的国际Fox Festival， 阮的从囡仔跳舞，跳的那舞蛮多伊嘛，呀嘿嘿，就好，啊这介绍就是讲，这两位呢是秋分，阮捌看到秋分吼，秋分的 niece 和 nephew， 曾秋荣的后生和左囝 Tim 啊，无哦。啊，边啊，这两位红土的这两位啊，是很重要的左脚 ，Rufa， 大家班同学班 Rufa， 阿弥陀心 Barry， 哦，这两个，啊，正边这个 Orange， 这两个班的左脚，啊，第三个左脚，这下就是搬来贵的 Cranford， 一礼拜前，迄个当时要就是来要别搭两跳舞，这就是迄个是。啊，剩下拢是新生仔，啊，遮拢老爸老母啦，遮拢40岁左右啦。啊，有一那个音量嘛，爱有这个气，哦，这个气符哦。我每年拢会去牛龙频道上的迄个文化资料馆，我若当年就去找伊啊。啊，最近一摆伊讲，我拄啊摕到这个，迄个是阿弥陀的迄个皇冠气符的帽啊，讲互你足实个。啊，就甲伫咧咧吼，啊伫咧了。伫以前有神吼，伫以后煞变无神。因为亚倒的人吼，袂使有迄款笑容啊。你看嘛，必输必输，迄亚倒头迄个勇气啊。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，就是安尼啦。即个林玛丽教授伫马哈尼，林玛丽教授最近 DNA 研究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四角块啊，顶端迄个土石四角块来底下，就是台湾的屏保族和原住民的血统，吼、哦。下骹即个蓝色的呢，蓝色的就是中国人汉满啊，汉蒙古满清啊，满族啊，蒙古族，哦。啊，你看台湾底下。啊，台湾含中国人无共款，含新加坡中国人无反正种种，所以咱袂对 DNA 来讲，也是毋是讲简单讲哦，咱是中国人，中国人迄是政治的想法，政治的想法哦。林玛丽教授研究讲，有85%的台湾人有原住民的血，哦，伊是伊的研究的结果哦。